尊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好。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落叶归根，回归极乐》。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先说一段插曲。刚才钟博士讲的时候说了白衣说法的问题，我昨天讲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博士这么认真，晚上回去就是查经文去了。我今天没穿白衣，换了个绿衣服。哎，这是开玩笑，因为我穿衣服的原则就是舒服就可以了，我穿衣服很不讲究。也不讲究什么名牌，也不讲究款式，只要穿着舒服就可以。我现在穿这件衣服呢，是前几天我在深圳碰见了一个哈尔滨的佛友，那个佛友就跟我说，刘大姐，我这个衣服虽然穿过，但是穿着很舒服，给你吧。我说行，那我就拿过来吧。哎，就是我现在穿这件衣服。再说一个小插曲儿，就是今天是第一天，新年的第一天了。那就现在说，就是说去年的阴历6月18，我接到师父上人的一个电话，我特别突然。我说师父，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情啊？师父说，今天钟博士飞哈尔滨，你去接他。明天6月19，你们两个人去极乐寺受菩萨戒。我当时直发懵，那受戒是不是得办手续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平时我也不去寺院，也不跑道场，那这个受戒得办什么手续啊？但是不能问师父啊。放下电话以后，我就赶快给极乐寺的主持净波法师打了个电话。我说师父啊，明天我和钟博士去您那里受菩萨戒，可以吗？净波师父说，当然可以了，欢迎。我说那得怎么办手续呀？净波师父说，你俩来受戒还用办手续吗？呀，我说这也可以走后门啊。所以就这样，你看6月18接到师父的电话，第二天就是6月19嘛。我是早晨4点半从机场把钟博士接到的，本来是应该是半夜12点钟到哈尔滨，飞机晚点，所以接到早晨4点半才把博士接到。然后我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就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去了哈尔滨极乐寺。因为博士说必定是虚名在外，很多同学可能都认识，所以我们俩也不敢提前去。按照法师告诉我们的时间，我们大约提前10分钟左右吧，去了。去了我们就坐在那个师父那会客室，面对着门。当时没有智慧，我们一溜全都是面对门坐着。有的居士搁门口一过，我看就开始指指点点了，就开始这样了。我想糟了，发现了，我就赶快跑到对面，那这就是门后，那我就不面向朝门了，我就摆手让他们也都过来，这样我们就在门的那一侧坐了一溜，外面的人就看不到我们了。因为我就挨着门坐，我就听外面的居士说，刚才是刘居士啊，我看得挺清楚啊，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就不见了呢？实际我就在门后坐着呢，我心里想，在这儿呢，你看不着我了，就是怕影响人家道场的秩序。如果同修们认出来钟博士我们，那要是围上来，那不影响人家秩序吗？所以我俩都是守规矩的，不是怕见大家。然后师父告诉我们，2点半左右受菩萨戒。你们先在那个客房等着，我们就在那儿等着。到点来个师傅把我们接过去了，人家都站好了，我俩往前面一站，仪式就开始。
我们就是在那一天受了菩萨戒。当天5点钟又把博士送上飞机返回香港，早晨4点半接到的，晚上5点钟又送上飞机，来去匆匆。我就不理解啊，干嘛要受菩萨戒呀？我就跟师父说，我说师父啊，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我3皈5戒还没守好呢。师父说，受吧，以后讲法方便。我说我也不会讲法呀，世间法我不懂，佛法我也不懂，我讲什么法呀？师父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反正每次我跟师父说的时候，师父都告诉我要给大家做个好样子。我说师父，我听话，我努力做个好样子，但是我全身的劲儿我都使出来了，我还没有做成好样子。师父你可别怪我。师父说好好好好好。我在师父那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好好。反正一般的连着说6个是少的，基本都连着说9个好好好。我一听师父这9个好好好，我心里就踏实。我说师父，我不懂规矩，我到你这儿来，如果我做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师父你告诉我。师父也说好好好好好好，反正都是好好好。在我讲这个题目之前呢，就给大家说这么2个小插曲，说明什么东西呢？说明师父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毕竟我们都是居士，尤其是我年龄也比较大了，学的也不好，你说让师父把我推出来以后吧，我不考虑我自己的得失，别人对我怎么说，我想对师父有影响啊。如果我做得好，人家可能说，哎呀，师父挺好，有眼光，把刘居士发现了。如果我做得不好，人家该说，师父咋搞的，怎么弄这么一个人呢？所以我现在的一言一行真都不是涉及到我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说别人对我如何如何那都没关系，千万别因为我的言行不慎重影响师父他老人家。下面咱们开始说正题，落叶归根，回归极乐，这个题也是我自己报上来的。你们看昨天那个题那么大，今天这个题也不小。我当时拿这个题的时候吧，没经过大脑思考，不是要报提纲吗？没有5分钟我把提纲就报上去了。报完了以后我自己再琢磨的时候，我才发现这2个题都大，它包括的非常广泛。那我就每个题抓几个重点。今天这个题呢，我想分4部分来说。第一部分，这个师父一再嘱咐我，你要讲一门精进常识熏修这个专题，在香港也这样告诉我。那我就想，那这个题可能就是精品题目，我走到哪儿我都要说，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看看对不对啊？对，第二个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第三个题目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第最后一个题目是终极目标回归极乐。今天这大题里面就包括这么4部分小题目。下面说第一个题目，一门精进常识熏修。说这个题呢，我就想先跟大家说我和无量寿经是怎么样一个因缘。我虽然是91年请了观音菩萨，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法门，我还不知道念阿弥陀佛呢，我更没有接触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我03年接触到的，到现在是8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记着有同修跟我介绍说，你现在有病也不能出门也不能下楼，你在家干什么？
你听经吧。我说听什么经？他说你听无量寿经。我说上哪找无量寿经？他说现在有光碟。他就给我了一个电话号，说你就按照这个电话号你去联系，那光碟能给你送过来。我就联系了，我记得是太平的一个居士吧，他说他手里有无量寿经的光碟，是老法师讲的。我说咱们俩约个地方，你上我这来也远，我上你那儿去我还找不着。我现在能找着极乐寺，我说在极乐寺门口碰头，你把光碟拿给我。我俩就是这样约会，在极乐寺门口，他给我的无量寿经光碟，当时是细讲无量寿那个光碟，出到264碟，我就都请回来了。当时那光碟就我们那个地方，他们后来说是比较贵的，那时候一张光碟是2.5块。然后那个居士呢，又给我结缘了40多碟光碟。我不懂啥叫结缘，我以为结缘也得给人家钱，所以我就把264碟无量寿经的光碟，再加上他给我结缘的40多张光碟，我都按2.5一张给人家付款了。后来有人说你真傻，人家结缘是不要钱的。我说我不知道。就这样，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无量寿经的光碟。念阿弥陀佛是在接触无量寿经光碟之后，又有同学告诉我说，你一边看光碟，你闲下来的时间你就念阿弥陀佛。我那个时候从03年是正规的开始听无量寿经的光碟，念阿弥陀佛。如果说99年我得病以后到03年这一段时间，那属于非正式的，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我99年得病以后，我确实没想到我能活过来。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他们也没有认为我能活过来。因为这个病非常严重，死亡率非常高。我的2个学生就是这个病走的，74届一个，70届一个，所以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性。但是当时我已经病到走路都非常困难了，上下楼已经很困难了。那个时候我在省政府上班，从我家走到省政府大约是10分钟的路，我都走不过去了。在我家到省政府之间我还有一个办公室，我就上午到这个办公室去办公，下午再到政府那个办公室去办公，就得这样来回倒了。所以后来因为住院，医生说研究不明白我的病，我就自己回家了。我一共住了57天院，住57天院我是长了50斤体重。你们想是不是整个人都完全变形了，人就变横了。我本来的体重是95-96斤吧，我没生病之前。生病以后2000年2月25号住的院，然后半个月以后我就发现我就胖了，我自己还觉得挺好，我从来没胖过，95斤96斤。哎，我这么半个月我住院把自己住胖了，我以为那是胖了呢，实际是吃那个激素吃的，我不知道那个药的作用那么厉害。结果57天我出院的时候我就长了50斤体重。你们想这50斤体重是个什么概念？晚上我要是翻身我得坐起来，脸撞过来我才能躺下，直接翻我翻不过去，浑身的肉是硬的，就像那个铁块似的，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我肯定活不成，我也没认为我能活过来，所以我时时刻刻准备走。那个时候回西方极乐世界概念不是特别明确的，但是就知道自己心里有底儿，就说我走我一定去好地方，我不会去那坏地方，我知道我善良，善良总该有善报的，所以我知道我去好地方，就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恐惧感。
接触到无量寿经的光碟以后，一看我就看进去了。那个时候我基本上一开始第一遍我是一张光碟看一次，看完了以后看第二张光碟，我是把这个264张光碟看完了以后，我从头再看，我是一张光碟看一天。这一天呢，如果是没有来人儿来客人，我可以听10个小时左右，最低可能也不低于6-7个小时吧。就是这样，我的整个注意力都在光碟里，不看光碟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所以说，如果说我学佛走上了正路，步入了正轨，应该是从03年开始到现在是8年整。如果说我进步最快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3年前。再快一点就是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我自己能感觉到自己在进步。怎么能够衡量自己在进步呢？烦恼越来越少了。我过去是一个脾气非常暴烈的人，点火就着，没火我就自己点火，真是这样的。过去吧，我说这个发脾气，人家不说吗？人的一生最大的亏本的买卖就是发脾气，我就做这个买卖。就是应该说我得病是55岁，那就是55年以前我是天天做这个亏本的买卖，所以自己就亏了一身病，他一点也不赚钱，还把本都亏进去了。就是通过这场疾病的磨练，通过同修们的帮助和听师父的教诲，就这8年把我的性格改变了。所以现在有些人说，哎呀，刘居士你脾气真好，你性格很温柔。我说你不知道我过去，我过去那是满身都是尖尖儿，都是带刺儿的，三句话不来，你要说一句不对我心思的话，我能有10句回给你，而且我那话都非常尖刻，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学佛真是好，能改变一个人的脾气秉性，能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我昨天说有人反对我学无量寿经，不是心平气和的商量着说，而是斥责。我记得我第二次去香港之前吧，我第二次不是6月21号去的香港吗？就在那头一天的早晨，有同修给我打了个电话，非常严肃地质问我，你为什么要读无量寿经？我说为什么我不能读无量寿经？昨天我说了，他说因为你现在出名了，你读无量寿经会带很多人读这部经的。我说我希望这样，越多的人读无量寿经越好，这有什么不可以？现在又升级了，有的人跟我说无量寿经不是大乘经典，是伪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这个经是居士汇集的，居士没有资格汇集经典。说到这儿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你一心想要今生了生死，你为什么不选择一部好经？我说我已经选完了，就是无量寿经，它对我来说契理契机契我自己的根性，所以我不会再做别的选择了。我不单过去读这部经，现在读这部经，今后我还要继续读，一直读到我往生。
我说如果我读无量寿经，我念阿弥陀佛，我最后往生的时候非常殊胜，我能给你们做好样子，你们就向我学，这条路我走对了。如果我往生的时候我走得不好，说明我路走错了，你们就别学。但是我坚定信心，这条路肯定是对的。下面我把我学习读诵无量寿经的一些体会跟各位同学们分享。先说一门精进，常时熏修，有很多人总是有怀疑，希望广学多闻。因为师父讲法的时候多次跟我们说，我们读经的时候你也能读到，就是说一门精进，常时熏修，不是哪个人造出来的，这个方法是诸佛菩萨，我们的老祖宗，古圣先贤，祖祖相传的一个好方法，它是传下来的，是有承传的，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不有这么四句话吗？说祖祖相传一条路，一门精进勿杂修，按照此路修下去，悟后起修必成就。这是先人们给我们传来的好方法，我们干嘛要怀疑啊？这个路已经给我们趟好了，让我们走一条现成的路，我们还怀疑，我们是不是没有智慧？这是一个。第二个，用这个方法修学，8年来，我受益了。我要把我受益，我的体会告诉给你们，供你们参考借鉴。第三，我为什么要选择无量寿经和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我下面就比较详细的跟大家说说这个。先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有的人说不是大圣经典，是伪经，是居士汇集的，是这样吗？你们可以找《大藏经》，它是有记载的。《无量寿经》是世尊49年说法唯一多次宣讲的一部经，除了《无量寿经》，其他的任何经典都是一次宣讲，唯独，注意这个词，唯是唯一，独是独一无二，唯独无量寿经是世尊多次宣讲的一部经。它是净土群经之首要，首要就是头，这不叫首吗？那首要就是最最重要的，而且也是一大藏经之首要，两个首要了。第三个，它是净土第一经，净土不是五经一论吗？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还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的顶尖，顶尖儿，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顶尖儿，最高的地方叫顶尖儿。你看看这四个词，两个首要，一个第一，一个顶尖。这就是对无量寿经总的概括。这样的经，我们作为修学净土法门的，你不去选择，你选择哪部经啊？所以这是我们的首选。彭继清居士曾经有一句话，他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就是无量寿经被我们的先人讲出来了。这是第一个，无量寿经的第一个我选他的理由，就是他是世尊多次宣讲的一部经。第二，
一脉师承。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都称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了《无量寿经》，这是第一个，咱们数着。下一个，下莲居老居士眼观十载，汇集了《无量寿经》，就是老居士闭关十年汇集的《无量寿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黄念祖老居士无惧老病著《大经解》，第三个。第四个，净空老法师悲愿宏深为我们起讲《净土大经解演义》，这一部演义是留给后世的传世宝典。我记得第一次去香港是4月4号，原来这部经是定在澳洲起讲，我4月4号到了香港以后，4月5号开始起讲大经解。当时有香港同学问我说，刘老师啊，我们从来没听师父说过要改计划，怎么今天突然起讲大经解呢？您知道吗？我说我哪知道啊，我昨天才到，我怎么知道师父怎么今天开始讲大经解呀？但是好像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师父他老人家的含义太深刻了。后来就这个问题，我好像曾经问过师父，我说师父，大经解演义不是要在澳洲起讲吗？怎么改到香港起讲了呢？师父说了一句话，哎呀，让我感触颇深，老人家太慈悲了。他说离祖国近一点，你看看，在香港起讲大经解，老人家说离祖国近一点，离台湾也近，周边的几个国家老人家都点了这几个国家的名，都可以受益。老人家的一片心还是在祖国这儿，他说这样祖国会借力的，会受益的。你们想想，不管老人家遭到了多么大的磨难，老人家没有放在心上，他想的是祖国，想的是人民，想的是众生的安宁。所以我跟香港的同学说，我说你们太有福报了，师父老人家能在这里起讲大经解，你们现在可能认识不到它的深远意义，我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可能会认识到的。这部大经解真是了不得。我看那个大经解演义的时候，我不知道诸位有什么感觉，因为第一次我从香港拿到一本大经解演义，那都很珍贵很珍贵的，那个字吧不是太大的，后来又出了大字本。我拿到那本大经解，我看的时候吧，我好像我这眼睛都变了，你看它是竖行，一行一行的字都挺小，而且基本都是繁体字。我看的时候我就好像看第一行这一篇的意思我都知道了，就速度怎么那么快。我是比较笨的，我看书挺慢，可是就看这个大经解的时候，我速度突然就加快了，而且我看每一个字都是一朵小莲花，然后这一行就是一串小莲花，这一页就是这一篇全都是莲花，你就翻全都变成莲花，而且这莲花还闪光。后来我就告诉大家，我说这是宝书，谁得到了谁好谁合适，我说千万千万要注意把它保存起来。所以我从来没自私过，我就唯独在这本书上我自私了。我拿回来以后吧，我非常怕别人给我让我结缘，我就掖着藏着的，
但是人家来问说，刘大姐呀，你这次搁香港来回来拿回来什么好东西了？我汤家就说了，我说大经结演义，你看我藏着怕别人结缘去，人家一问我，我自己告诉人家了，报告了，人家说拿来我看看呗，我说好，洗手再看，别给我弄脏了，我就这样。人家后来说，我们一看也喜欢，但是一看你肯定也喜欢，我没好意思要。后来是徐州的一个老大姐打电话，说能不能把你，听说你手里有《大经结演义》，能不能借给我，我们翻印翻印。我当时真是打了一个奔儿，哎呀，我说大姐呀，你印的时候需不需要把这书拆开呀？她说可能得拆开。哎呦，我说那我有点舍不得。完了，老大姐就说那算了吧。我一听他说算了吧，我又不好意思了，我说别的别的，我马上给你寄过去，你翻印吧，你拆也行，我说如果能不拆是最好的。结果我就把我这手头我这本宝书，我就给徐州那老大姐就寄过去了，老大姐又印了好多本。结果后来我又去香港的时候，就有那个大字的大本了，我又得到了一本。哎，以后后来这本书逐渐就多了，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我拿到第一本的时候那种感受和后来拿到这些本的感受不完全一样。哎，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如获至宝。所以说《无量寿经》，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末法九千年，救度苦难众生，离苦得乐的，能够度众生的就是无量寿经。现在不还有9000多年吗？所以这一部经它未来的作用不可限量，用语言难以表达。我说老法师把这部经上升到这个高度，把这个真话告诉大家，真是了不得。上午刚才那个钟博士讲的时候说，师父说那两个是特殊法门，说天下第一人，现在我说这个又是天下第一人，是说这部经是一切经论的总纲，是救度末法九千年众生的法宝。我刚才听钟博士讲课的时候，我突然就冒出了一个什么念头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妄念，好像不是妄念吧。我突然就看到中间这尊阿弥陀佛，然后我就想，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是第8000次，那8000次不是最末一次吧？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肯定还有8001次。那8001次是谁呢？我不知道。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身边常随众1255人。我现在每当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我说我咋不生那个时候呢？我要生那时候，我也跟在释迦牟尼佛身边，我也做常随众，多好啊！现在这个念头没有了，因为啥？3000年已经过去了，时间不能倒转呢。那我现在我就想，3000年以后，那些个人他就羡慕我了，羡慕你们了。不敢太说明白，太说明白人家该说了，这个白衣老太太又在胡说八道了。这是第二个我选择《无量寿经》的理由。第三，《无量寿经》气理气机。什么叫气理？就是契合众生的自性，众生的自性
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说的那二十个字，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契机呢，就是契合我们目前的对象，这部经契合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个族群、各个文化背景，一点没有限制，谁读谁受益。佛经传到中国以后，翻译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夏莲居老居士汇集，他是继五种原译本之大成，所以他是净土第一经的标准本。哪个是标准本？就是我们每天早晨读诵的这个汇集本，它是净土第一经的标准本。它的成就无比殊胜，赵朴初老人家对无量寿经有几句话非常赞叹。他这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无量寿经终于有善本了，就是在没汇集之前没有善本，汇集本出现以后，赵朴老说无量寿经终于有善本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这是国家之福，众生之福。这两句话评价高不高？无量寿经出现以后，是我们国家的福报，是众生的福报，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是无比殊胜的，稀有难逢的大事因缘。大事因缘，不是小事因缘。这是无量寿经我选择的第三条理由，契理契机。第四，圆满方便直接，一超直入，最极圆顿，最极圆顿，从国起修，直趋绝境。我就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用老百姓的话说，一把成，不用费第二遍事了。所以这样的一部经我们不读真是有点犯傻。第四个、第五个理由，唯独无量寿经有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愿愿度众生，用这十二个字来概括，殊胜稀有，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两个不可思议。殊胜稀有，这个大家理解了。四十八愿多么殊胜啊，每一愿都度众生啊，而且每一愿和其他的四十七愿都紧密相连，一点也不脱节。第一个不可思议是誓愿功德不可思议，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第二个是成就不可思议，末法时期众生靠无量寿经，靠念阿弥陀佛一生成佛，而且是平等成佛，这是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至德。至，到达的意思，德是德行，至德就是究竟圆满的德行。这五条理由就是我选择无量寿经的理由，也是我学习无量寿经、读诵无量寿经的一点点体会，供养给各位同学们参考借鉴。下面再说念佛法门，因为我就是读无量寿经持名念佛，所以我说完了无量寿经，接着得说说持名念佛，说说这个法门。黄念祖老居士对念佛法门有一段评价，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念佛法门
唯赖此方便法门，但凭信愿持名，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净灯不退。若无如是微妙法门，凡夫何能渡此生死业海而登彼岸？这一段话非常明了，就是没有这个法门，凡夫不可能渡过生死业海到达彼岸。这就是对这个念佛法门的一段评价。钟博士讲了第一个，他说的就是一生成佛的法门，他讲课的时候说到这个题目，这就是我持名念佛的第一个体会。念佛法门是一生成佛的法门，不要忘了那个一，就是今生，不用等到下一生，今生你用这个法门就能成佛，所以说是无比殊胜的。阿弥陀佛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的总纲领，无量功德庄严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说四个字阿弥陀佛，再加两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多么殊胜，多么简单，无量的功德都在这一句佛号里，你不念你还去找什么？他就是顶尖了。我给大家举例子，就像那个盘山道，我们坐着车绕着那盘山道往上绕，最后到达山的顶尖儿，那阿弥陀佛就是那个尖儿。再举一个例子，像咱们坐电梯，有楼梯可以步行上去，有电梯可以直达上去，这阿弥陀佛就是那电梯，你不坐你非得按楼台阶一阶一阶往上爬，那你实在要爬佛也没办法，谁都没办法，你喜欢爬楼梯呀、啊？那你说是坐电梯快还是爬楼梯快？你这不就很明白了吗？下莲居老居士显密圆融，怎么往生的？念佛往生的。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念佛往生的。他告诉净空老法师，每天念佛14万句，14万声阿弥陀佛，就是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是这样念佛的。所以我们想，我们的前辈都给我们做出了这么好的榜样，我们就顺着这条道往前走就是了。所以奉劝大家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吧。第二个，它是特别法门。为什么是特别法门？不有84000法门吗？念佛法门是84000法门之外的，它叫门于大道。你们读经可能读过这个词，门于大道。这个门于大道是怎么回事呢？是梁土导师，梁土导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悯念众生开此净土法门，妙显苦乐二土，激扬沉迷众生。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力，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法门。这个法门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座的一听都高兴，先度凡夫后度圣人，咱们都排在前面多好啊。所以这也体现出了净宗之妙，首为凡夫得度。你别小瞧你自己，咱们每个人都是凡夫，有这个法门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有救了，只要你信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待业往生的法门，其他84000法门不允许待业往生。
唯独净土念佛法门是待业往生的法门，你还上哪儿去找第二个这样的好法门？这个法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阿弥陀佛怎么的？亲自接引，对不对？就像我们出去旅游，如果有个导游领着我们，我们看的点儿也多，也方便，也不走弯路。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亲自来接你，甚至阿弥陀佛观音世智一同来接你，你还有上哪找这样的好事去？不会走错道的。这是这个法门最为殊胜的地方，其他的法门你们听说哪位佛来接引吗？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念佛法门，末法众生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一生当中超越生死轮回。这是第三。第四，它是方便法门。这个法门适合任何时代，特别适合现代社会。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想要成就道业呀，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净土念佛法门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方便，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只要你心里佛号声不断，随时随地可以做，对外面的境界你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不走心，心里只有阿弥陀佛，你心里真正有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圆证四土。西方极乐世界不有四土吗？你念佛成佛，你四土你都证到了，不是一个一个土再去了，你四个土你都可以去了。干什么去？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的意思是三不退转，就是你不会再退回来了。所以这个法门是太殊胜了。第五个，这个法门用一个字来形容，妙。妙在什么地方呢？令众生即念离念，浅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极凡成圣。就这几句话，即念离念，浅通佛智，暗合道妙，巧入无念，极凡成圣。就这五句话，你就想它妙到什么程度了。你不用去琢磨，你就老老实实念着阿弥陀佛。有的人不喜欢神通吗？我告诉你，别求神通，那神通弄不好就着魔，应该和佛感应道交。前面这几句话你要理解了，这就叫感应道交。我傻，有一次我去五台山，我请教一个大法师，我说师父啊，我不会撒谎，为什么我跟人家说的事儿，人家有人不信呢？那不是我编出来的呀。师父说，举个例子，他说这个山是这么高的，这个山是这么高的，站在这个山上看你的景它是这个，站到这个山上看的景是这个。他说你站在这个山上看的景，你跟这个站在这儿看景的人，你说他没看着那个，所以他不信。哦，我才恍然大悟，我为了证实我说的对不对呀，我不能误导别人呢。后来我去香港的时候，我就问师父上人，我说师父啊，我说什么什么什么，那是真的吗？我骗没骗人呢？师父说是真的，你没骗人。哦，这回我才相信了，因为我知道我心里有底数是什么呢？不是我编的，也不是我想的，更不是我做梦梦的。他怎么就别人不知道我就知道了呢？我自己怀疑到这儿啊，那我想这个事儿我知道，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我记得我前几张光碟我举过那么一个例子嘛，告诉我四个新闻，两条国际新闻，两条国内新闻。我上班以后，我们办公室党委工会合署办公，一个办公室。我要说我傻气呀，我简单呢，上班了，进门了，报告诸位四条新闻，我就开始报告两条国际新闻。第一条，阿拉法特如何如何，这是91年。第二条，克林顿如何如何。然后把两条国内新闻也报告了。报告完了，我那同事就问我说，素云呐，这新闻是哪个台播的，我们咋没听着呢？我说是刘素云广播电台广播的。我不知道没有哪个电台广播，但是我就知道了，我也看不着啥，我也听不着啥，就是怎么说呢，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就知道了，知道了我就去报告了。后来人有人跟我说，你别傻呵呵的，那叫天机不可泄露。我说那也没告诉我哪条是天机哪条不是天机啊。我说以后统一全是天机，我都不报告了，我干啥守规矩，再我就不报告了。我这些同事还不习惯呢，时不常就问我说，素云呐，有没有新闻要报告？我说有新闻，但是我不能报告了，因为它是天机。就是这样。后来我看了这几句话以后吧，我是不是过高的估计我自己了，我就去对号去了。我说我这叫不叫浅通佛智？谁告诉我的？我也没看着哪尊佛，我也没听着哪尊佛跟我说什么。我昨天不说了一句吗？就在我最痛苦痛不欲生的时候，我磕四个小时头，我哭了四个小时，就告诉我四个字，考验而已。我也不知道谁告诉我的，一下子我心就豁然开朗了，我也不哭了，我也没有痛苦了，那不就是考验而已吗？那就考吧，一直考到我往生极乐世界，他们都是阿弥陀佛派来的好老师，我就这么想的。这个法门庙，它庙，我再告诉大家，它得三加持，三加持，哪三加持呢？智慧加持，大家不都愿意开智慧吗？哎，这个念佛，它得智慧加持。第二，它得功德加持。很多人不喜欢功德吗？老问我有没有功德，我有多大功德？你就念阿弥陀佛，你自然而然你得功德加持了，因为念阿弥陀佛是所有功德里的第一功德。第三个加持，福德加持，这大家都喜欢要的。那你说你就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这三个你都得到了，你还傻呵呵到处去找去干啥呀？就念阿弥陀佛吧，这三个智慧你也有了，功德你也有了，福德你也有了，然后你又一生成佛了，你福报太大了，你占大便宜了。最后一个，稳当可靠。你听谁说念佛念出仙了，念出精神病了？没有，真是这样的。修别的法门，因为我不太懂，我不太知道，我不能瞎说，反正念佛法门特别稳当可靠。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人跟我说谁谁谁念阿弥陀佛念出偏了，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呀。有很多人念念念学学学就学偏了，真是有得精神病的。我过去曾经讲过，在这儿我就不重复了。这个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它为什么好？为什么殊胜？因为所有的经灭度之后，剩下最后一部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留存世间100年以后也灭度了，还剩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说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灭度的，
好不好？真好。另外，它是二力法门，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修净土都知道啊。唯独这个法门是二力法门，一是你自己念，二是佛力加持。那二力总比一力强吧，劲儿大吧。所以咱还是用这个自力、他力二结合的二力法门。所以说，这一生你能遇到了无量寿经，遇到了念佛法门，尤其是你还能遇到华严经、佛说阿弥陀经。这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这几部经你都遇到了，你的福报大呀。第一个大吧，福报大；第二，你的运气好啊。这老法师讲法时候说过的话，你们忘没忘啊？你的福报大呀，你的运气好啊，因为你遇到这个法门，你就有个机缘了。什么机缘？成佛的机缘到了。还有比这个机缘更殊胜的机缘吗？没有了。你遇到这个机会，你能够回归自性，你能够圆成佛道，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升到了十方诸佛刹土。到那时候，你真是能耐大了，你想上哪个佛刹土，你就可以去了。这样的机会多么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人生难得，我们得了；佛法难闻，我们闻了；而且遇到了无比殊胜的念佛法门，我们要珍惜这个机缘。你要是不珍惜，就是当面错过。当面错过有两个大：第一个大，罪过大；第二个大，遗憾大。说没有比这个罪过更大的罪过了，你要是当面错过了，也没有比这个遗憾更大的遗憾了。彭继清居士曾经说过，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说这么好的机缘你要是遇到了却又当面错过了，多可惜多遗憾。然后说了有五个对不起：一，对不起诸佛菩萨，诸佛菩萨都赞叹的无量寿经，赞叹的念佛法门，你错过了，所以你对不起诸佛菩萨。第二，对不起你的祖宗，你的祖宗等着你救度啊，你今生有成佛的机会你没成了，你祖宗着急呀，所以你对不起祖宗。第三，对不起父母。有人老问我，父母往生走了上哪儿道去了，你给我看看。我说我不会看，我没有天眼。我告诉他我怎么回答呢，我说因为我现在没去西方极乐世界，你问我你的父母去没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去呢，我没看着，这是一。我说第二，如果我说你的父母去西方极乐世界了，你也执着；我说他们没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更执着，你可能还灰心了呢。我说唯独的就是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父母在那儿团圆了，大家都成佛了。你父母没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成佛以后他们在哪一道你一清二楚，你可以渡他们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有多好啊。你别听我瞎说，所以我不能说他们去没去。另外我真是我还没去呢，我还没看着。我跟他开玩笑，得安慰安慰人家，人家好心好意要问问你，你说你没给人一个正面回答。我说那样吧，但愿我早点去，我去了以后我见着你的父母，我一定回来向你报告，我说他们二老去了。这是第三个对不起啊，对不起诸佛菩萨，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母。第四，对不起众生。多
多少苦难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你不成佛你拿什么度？所以咱们得先成佛然后去度众生，所以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最后一个，对不起，对不起你自己，这么好的机缘让你当面错过了，你太对不起你自己了。实际你和众生是一体，你对不起你自己，你就所有众生你也对不起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小问题呢，就是我怎么样一门精进，常时熏修，一句话，一生受持不换题目。前50多年我也不知道还有阿弥陀佛，还有无量寿经，所以我说我一生受持不换题目有点大，我就说后面从我认识无量寿经，认识阿弥陀佛以后，我就不再换题目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告诉你们，一经通了，经经通，你一部经弄通了，你所有的经你都通了，通了自有智慧生。智慧怎么生出来的？得通。辩才无碍多自在，妙理生花乐无穷。这就是一门精进常时熏修的好处。你信不信那就由你了，你非得要去广学多闻那也没办法，那你就去闻吧。今生成佛的机会大概不是太多。这一个题目里，我最后供养大家两首偈子。这个偈子我也不知道它咋出来的，因为我原来都没有稿，这不要稿吗？我前两天从广州到香港之前，我心咱们也得按照这稿捋一捋呀，那也不能糊弄人呢。我把稿递给人家了，我说的时候我又不照稿，没有不照这个题，那不守信用了。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两个题目啊，我理一理，就一边理的时候，他就出这个，我也不知道这叫诗还叫偈子叫啥。完了，我理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两首。第一首是《无量寿经》，无量寿，阿弥陀佛呼唤我，我愿受持无量寿，早归净土见弥陀。第二首是念佛法门真殊胜，难信易行度众生，只要认真老实念，定做西方极乐人。这是我跟大家交流汇报的第一个题目，一门精进常时熏修。第二个题目，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大家都知道，就是智慧。这种般若这种智慧是究竟圆满的智慧。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后面还有一句叫无所不能。这无所不知是谁在起作用啊？是智，智慧那个智在起作用。无所不能呢，是德在起作用。所以这两个问题咱们要把它弄明白。这个般若这个智慧它是怎么来的？是自性里本来具有的，是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能，你不用到外面去找。你智慧一开，你自然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智慧？妄想执着障碍住了。我曾经说过，人有两个性，一个是自性，自性就是那20个字，慧能大师说的。再一个就是习性，习性是染污的，它障碍了你的本性的显现，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就像一个镜子，冲上一层灰，你拿它去照你，你肯定照不出来你这个本来面目。你把这个灰擦掉了，你再照你自己就一清二楚了，就把本性照出来了，和这个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咱们怎么办呢？得改习性，让自性显露的越来越多，显露的越多，智慧就越多。哎，就是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你自性显现了，你的德能，什么叫德能？德能是神通，但是不是追求来的神通。他这种德能能看见宇宙的缘起。佛法讲什么？不就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吗？你智慧现前了以后，你自然就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相是什么？相是相好，就是真善美慧，这叫相。这种智慧是明心见性的智慧，是通过戒定慧得到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不通过戒定慧得到的智慧，那叫知识。知识和智慧是两个概念，截然不同。有的人说总把那个假的当成真的，确实是这样，不是这么说吗？说何是假来，何是真，真真假假难分明，倘若迷惑无智慧，必定把假当成真。就是这样，现在我们为什么迷惑？就是把那些假的全当成真的了，那个真的你还没注意。真的是什么？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你听懂了这句话，你肯定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第二个小题目，那就得告诉大家，第一大智慧是什么？俩字儿，放下。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概括起来说，就这俩字儿，教我们放下。为什么要教我们放下？放下就成佛，就这么简单。你说学佛、修佛、成佛难不难？你要说难，真难。你要说简单，非常非常简单。只要你能放下，你就成佛，立地成佛。现在是放不下呀。我曾经举了那么一个例子吧，说有一个青年趴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非常自在。释迦牟尼佛问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您在看什么呀？年轻人说，我在看星星和月亮，太美了。释迦牟尼佛说，你看星星和月亮干什么呀？他说，我想赚好多好多钱。看星星和月亮想赚好多好多钱。说赚好多好多钱干什么呀？说我想娶一个漂亮的妻子，然后生好多美丽漂亮的孩子。说生了也娶了美丽的妻子，也生了漂亮的孩子，你还要干什么呢？他说，那时候我就可以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转了一个圈儿。他现在就在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结果他转了那么一大圈儿，最后又回来了。大家想，人生追求什么？你是本来就在这个原始点，你非得绕一大圈又回到这个原始点，你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你早该成佛了，你拖了这么长时间你没成佛，冤枉啊，真是冤枖。所以我这8年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可能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智慧吧，别的我全都不要了，我全都不顾了，我就是今生要成佛。别人说你是不是太狂妄自大了，你能成佛吗？我说一定能，保准能。那你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谁能让你成佛呀？你首先你得自己有信心。
你得信愿行三资粮具备，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告诉大家，人人能成佛，就看你能不能放下。我举过那么一个例子吧，就是说佛友们跟我说，你是不是准备点过河钱？我不知道啥叫过河钱，我说啥叫过河钱呢？说你死了往外发送，你不得花钱吗？哎呀，我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提到日程上来，没想过。结果电我不每天早晨，那个时候我是每天早上起来磕四个小时头嘛，拜佛。我就拜佛吧，这脑袋里就出现了头一天佛友们跟我说的这句话，可能是这就念头起来了吧。然后就告诉我四句话嘛，说我有莲花台，何须过河钱，一心为众生，弥陀来安排。我见到这些佛友，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呐，纯粹是瞎操心，人家告诉我了，说我不需要过河钱，我的任务是为众生服务的，我的事儿谁管呢？阿弥陀佛来管。你说这多好啊，我有多大本事管我自己事儿啊？你看我，你们看我现在潇洒不潇洒？我特别潇洒，我啥事儿都没有，因为我啥事儿也不管。你现在问我工资挣多少，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来数，因为工资折不归我管理，已经早都交工了，交出去了。嗯，什么都没有。我再给你们讲个穿插个小笑话。我们家去小偷了，我姑娘打电话说，妈呀，咱家可能来小偷了，我今天发烧回来早了，门开着呢，里面可乱了，我没敢进屋啊。我说那你就搁门口站着吧，要不你就找个地方休息去吧，要么你就进屋吧。我姑娘说那不行，我不敢进屋。当时我正和一个处长谈话，这处长一听就说，大姐呀，你是不是得回去看看？我说不用看，该拿的他已经拿走了，不该拿的他都给我留下了。所以你说我回去干啥呀？我就没回去。到下班了，这个处长说，大姐下班了，这回你回去吧，你得上派出所去报个告啊。我说还得报告。他说你报告了，如果小偷被抓住了，他就不再危害其他人了啊。我说要是这个，我真得去报告一声吧。正好我下班路过派出所，我就去报告去了。那是96年嘛，当时正在演一部电视连续剧，挺吸引人的，三名警察同志正在看电视连续剧。我进屋就问老太太啥事儿，我说我家可能去小偷了，你们去不去看看？三位警察同志问我，老太太你着不着急？不着急，我们把这一集看完了再去行不行？我说不着急，行，接着看吧。他们三个看，我也坐那凑热闹，我也看。这一集电视连续剧看完了，我就带着他们去我家。道上这三位警察同志问我说，老太太啊，你家有没有钱？我说要是一个钱没有，那我骗你们。我说我攒了600块钱，准备给儿媳妇生小孩用的。他说你放哪了？我说就搁外面明着放着。完了他说那肯定叫人拿走了。我说拿走就拿走吧，拿走就该是他的。这样我们就到了我家一看，那都形容不出来乱到啥程度，所有的柜里东西都掏出来了，哎，都给你抖落到地下，乱糟糟的，这那个床是翻个了，佛堂都给我翻了。哎呀，我一看这功夫下的挺大呀，太辛苦了。然后这警察又抹水又照相的，什么技术处理可能是，反照完了最后也就那么地了吧。嗯，那个警察同志问我说，老太太你看看你那600块钱还有没有？哎，我一看，我说怎么就在这放着呢？这600块钱没拿。这三个警察同志都奇怪了，说他怎么没拿呢？你说翻到这种程度，这钱搁这摆着，他怎么没拿呢？我说那你们经常办这样的事儿，那你分析分析他怎么没拿呢？他们说这个案子我没经历过，说没经历过，眼见着钱不拿的。后来说老太太你给我们分析分析他为什么没拿。我说两点原因，说第一点原因嫌少，
警察同志说没有四个小时翻不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四个小时才能翻到乱到这种程度。我说人家想翻了四个小时累得够呛，就这600块钱太少了，人家生气了没稀得拿。我说这第一条理由。我说第二条理由，这个小偷很有善心。我说为什么呢？他就想了，人家家就这600块钱，咱们要给拿走了连生活费都没了，给人家生活费给留下吧。我说良心发现了。那三个警察简直都要笑台位了，说老太太啊，以后你干脆上我们单位去吧，断案你很有方法。我说你们断不出来的，我能帮你们断，就是这么简单吗？所以后来第二天我上班，我主管主任问我说，素云呐，听说你家去小偷了。我说是。他说这小偷怎么没事先向我报告呢？我就挺奇怪，人家小偷也不认识你，向你报告什么呀？我说主任干嘛要向你报告啊？他说要向我报告，我就告诉他们别上他家去，白费劲。是啊，所以人家满楼都是防盗门，唯我家是铁皮门，而且我曾经自己撬过，你就这么一尬的他就开了。就是小偷去过，我也很长时间也没换这个门。人家说都去小偷了，你还不换门？我说换一个新门，一锁上，小偷再来，他麻烦，我也麻烦。他开不开了，他就得撬，把新门撬坏了，我还得换，麻烦。所以我家的门就是，你要是没有钥匙，你就这么嘎哒嘎哒也能把它嘎哒开。我说小偷一嘎哒开了，进屋一看啥也没有，他就出去了，他也省事儿，我也省事儿，多好，就这么简单吗？所以我说一穷二白挺好的。这就是告诉大家放下呗。你说要不放下，你有钱有东西东掖西藏的，麻不麻烦呢？我是啥也没有，所以我现在要往生利索，没有财产可分，遗嘱很简单，给孩子们留下的就四个字，阿弥陀佛。我05年病重了，我想那次我应该往生了，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想回家了。结果呢，佛友给我准备了装老衣服，弄个小包，怕我看，我说不用，放我枕头边，我走的时候明明白白，我自己把这船利索的，到时候阿弥陀佛一来，我告诉你们，我说你们看不看着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能看着。然后呢，我就给孩子们写了一封遗嘱，这不要往生了吗？我就写了一封遗嘱，半篇原稿纸，我这遗嘱太简单了，我就这么写的，我说孩子们，妈妈一生清贫，没有任何财富留给你们，如果说妈妈留给你们什么了，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你们认识了妈妈给你们留的是无价之宝，不认识妈妈什么也没给你们留，阿弥陀佛。整个遗嘱就那么简单，还生纸还生笔。你说我就想，如果我给儿子留阿弥陀佛四个字，我给姑娘留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还多俩，又不平等了。哎，干脆都简单，四个阿弥陀佛。你认识了无价之宝，不认识老妈啥也没给你们留，就完了。到那时候他们不会老早就把我送到那大冰柜里去冰着，也不会让我十个手指头从那冰柜里那棺材里抠出来，是不是？因为没啥可分的了，都知道老妈干净。所以我说什么叫智慧，念佛成佛是最大的智慧，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那都是小智慧。哎，有点小神通那太小意思了，小儿科。这个般若无知和无所不知什么意思？大家看，上午咱们做佛事，师父敲那大鼓，你们看那鼓是不是就是两层皮？鼓里面有东西吗？没有，
它是空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师父举例子，就举的这个狗，这个鼓，这个鼓是空的，里面没有东西，但是你一敲，它就响。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你不敲它，人静静地搁那待着，啥事没有，非常清静。有大智慧的人，你要没有人问他，他无话可说，他啥也不知道。有人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对答如流，这就叫般若无知。什么时候无知呢？没人问的时候，心里就是阿弥陀佛，别的啥也不知道，这是无知。无所不知，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你考不住他，他啥都知道了，这就叫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再加上一个无所不能，想干什么都成。那个时候不是有人问世尊说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他那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佛不就这么解释的吗？就是说你不问他，他啥反应没有，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而且这个知道不是外头来的，不是求来的，是本性里本自具足具备的，不用到外头去找。所以说佛法讲正知正见，什么叫正知正见？不能研究，研究是思义，那个思田字儿，那不就是分开了吗？分别了吗？底下再加个心，你的心有分别了，那叫思。所以佛法你不能研究，研究是凡夫的执见，不是佛的执见。佛法讲什么？讲参究，参究是智慧，研究是知识。研究的结果，研究不明白，生烦恼；参究的结果，生智慧。所以有这么四句话啊，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知而无知，无知而知。我又说绕口令了。第三句是：鼓扣则鸣，不扣不鸣；度化众生，应机而行。你得找着那个机缘，你胡说乱说，没有找准机缘，度不了众生，你得应机而说。谁有大智慧？师父上人有大智慧。我接着我的三次，我四月份去一次香港，六月份去一次香港，这十二月份第三次去香港。你就在老法师身边坐着，你都觉得你自己在长本事，这是我的切身感受，不用说话。很少有机会，就是师父一个人，我一个人，就我们两个在那单独坐着，好像就这次去就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有十来分钟，你那个感觉确实不同。你师父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你就坐在师父的身边，我就觉得我那在长智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这就是那种场啊，那种磁场确实是好。你坐在师父身边，你就觉得心可静可静的了，什么杂念都没有了。哎呀，老人家那个胸怀呀，太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学习了。我这次去来咱们新加坡，然后去马来西亚，然后去印尼，这三个地方完了之后，我从香港返回去。香港有通修要求我再多住几天，再给讲几个专题。我就想，如果有这种机缘，我想讲一个什么样的专题，如果你们要同意就给我鼓掌，不同意不吱声。
我想讲这样一个专题，我所认识的净空老法师。谢谢大家。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大题，别忘了看时间。第三个题是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先说说这个题，是心是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众生本来是佛，自性是佛，佛是自性。就说第一句吧，就是你本来就是佛，这是是心是佛。第二句呢，是心做佛，改了一个字，改成做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众生回头了，想成佛了。就这么两个意思吗？一个是你本来是佛，第二个是你想成佛了。那有人问了，说本来就是佛，怎么还想成佛呢？那就是佛了呗，因为咱们不是迷了吗？那迷了，你不想成佛，你恢复不了本来的自性啊，你成不了佛呀。所以得你回头，你想成佛，你才能成佛。我们的心，两个心，一个心是真心，一个心是妄心。那个真心就是成佛的心，那个妄心就是迷惑颠倒的心。我们现在天天用哪个心？用真心的时候太少太少了。如果我们要用真心多，早成佛了。就是妄心太多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在六道里轮回打滚呢。赶快把真心显现出来吧。说阿弥陀佛在哪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花草树木都是阿弥陀佛，你的自性本来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性德。所以说我们这个念头一起，就是我们要成佛，我们要有智慧了，要显现自己的本性了。你起这个念头，你就和性德相应了，这就叫念佛。有很多人问我怎么念佛，我说怎么念佛，我一直是这样感觉的，不是说你坐着盘腿打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个人你就烦了，我在念佛呢，你快走吧，是不是？我说我没这种感觉。我告诉你们，我正月初一师父开始讲经的时候提到我，我正月初四第二次成为名人，所以你们看我现在比较瘦，比我原来的光碟要瘦了，我降了17斤体重。因为什么？我没时间吃饭。因为来的佛友是一波一波，互相都是交叉着的，没有间隙。我不好意思说，你们等一会儿我吃口饭，我再跟你们说，没有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一天我都吃不上一顿饭。这样的时候大约是一个半月，将近俩月吧，以后我的整个生活规律全都乱了。我估计我现在的胃已经萎缩了，变得很小了。现在我跟谁一桌吃，昨天我跟那个师傅们一起吃饭，师傅就问我说你怎么吃那么少，我说我胃小，可能饿小了，他得有个长大的过程吧，所以现在我比较瘦。我今天早晨量量体重，将将巴巴的100斤，好像差一点。就我这么高的个儿，100斤好像有点瘦了。我最胖的时候我是115斤，就是这样。所以我这个从正月到现在17斤体重没有了，但是不愁，有骨头不愁肉嘛。过一段休息过来它就又长回来了，瘦一点也好。你们看我走道是不是灵巧，嗖嗖嗖的。我老伴儿给我起个名叫仙鹤腿，因为走道了撵不上我，我老伴儿就说你看你长了两条仙鹤腿，走一走路都像飞起来似的。
真是现在一般走路年轻人撵不上我，所以赶快把咱们那个真心呐、开发出来，让我们的真心去做主，让那个妄心退位，这样就好了，我们成佛的日子就不远了。那个老法师的老师方豆美先生不说吗？说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我后来我又加了两句，我说念佛是人生最大快乐。第三句，成佛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如果这一生我们把这三句话记住了，落实了，你今生肯定成佛。成佛怎么样？得大自在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里，你们还留恋吗？我是一点留恋也没有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不发这个心吗？我说我三年成就，包括我自己家里人都不理解，我的孩子说，没跟我说，跟别人说的，我妈可自私了，哎，她就知道希望极乐世界好，她要三年要往生极乐世界了，她谁都不管呢。别人跟我学了，我说那他们不理解就先不理解吧，我往生希望极乐世界，我不自私，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本事小，我去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一加持，我就长本事了，我能度更多更多的众生了，所以我说我不自私。还有的同学跟我说，说你看老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怎么殊胜，怎么好，活着走，但是也没看着真理啊。一听到这儿，我就想，我让人别人表演个真的，谁能表演呢？那你说往生不就是老百姓说就死了吗？我心话，还我自己来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如果现在要是机缘成熟了，阿弥陀佛说你可以给大家表演了，我说我就坐在讲台上给大家表演表演怎么活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我面前一招手，我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我了，咱们西方极乐世界见吧，一摆手往生了。你说这让大家看那个真的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就想，如果三宝加持，我走的时候一定给大家做个好样子，一定让大家看着真正修佛的人是怎么样活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还想说一个什么题呢？小题目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有名无实的假佛？因为众生都是佛呀，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佛呀，但现在咱们不是真佛，是假佛。为什么是假佛呢？念头错了，念头太多太杂了，所以咱们现在还成不了真佛。只有把这太多太杂的念头消掉了，咱们就成真佛了，这一天不会太远的。如果我们是念阿弥陀佛，我们自然成佛。你老念人别人的毛病，老念人我是非，你肯定成不了佛。昨天为什么我说了几句话告诉大家，心量要大大大，无限的大，你心无限的大，你的量无限的大，你的法无限的大，你的智慧无限的大，都变成大了，多好啊！咱们再变成大佛。有人老说什么叫净土，可能我一这个念头一起吧，他就出几句话。这个人问我什么是净土，然后就告诉我说，净土净土何为净土，人人都在寻求净土，心若不净无有净土，心若清净处处净土。
简单明了。你看咱们和老法师都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师父说我就生活在净土，不看电视，不读报纸，不听广播，不看杂志，啥都不知道。清净不清净？净土。成天看这个节目那个节目，看这个看那个，把自己整个心看得乱糟糟的，在你那儿就没有净土。所以现在我向师父学习，我也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杂志，把它全舍掉。过去做的还不彻底，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彻底放下。还有四句话，我不知道这四句话是说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告诉大家，西方极乐是我家，身负使命离开他，待到功德圆满日，快快乐乐回家了。还有几句什么话呢？说刹那刹那刹那，生灭生灭生灭，世间一切无常，还不赶快放下。刹那，那时间很短暂呢，连着说了三个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生灭生灭生灭，世间一切无常，还不赶快放下。实际人的生命就在那一口气儿，一口气儿没了，什么都没了，是不是这样？咱们送往生，看到人家怎么走，你就照着自己，将来你是什么样。我还想说一个，简单说说这么一个题吧，这也是我这两天儿这脑子里不知有什么时候突然就出来一个题，就我不知道让我跟谁说，好像说你说说佛法为什么衰，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出的这个题，我就想不管是谁，可能都是老师给我出了这个题让我说说，那我就说说吧，我就给他概括了几条，说佛法为什么衰。第一条，教育的佛教演变成了宗教的佛教，这是最大的悲哀，是佛法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佛教本来是教育，为什么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他一生都是在搞教育，49年说法是在教育教人，老人家没有搞过经忏佛事，没有打过佛七，是不是这样？结果300年以后的今天，教育的佛教变质了，变成了宗教的佛教。所以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佛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真谛不清楚了。所以有人问我怎么学佛，我首先介绍，我说你读一读怎样认识佛教这本书，这是老法师写的，你读了这本书你就扎了一个正确的根儿，你不会再走偏。如果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老修行，不妨你也再把这本书拿出来从头至尾看一看，对照对照自己。所以我说教育的佛教
演变成了宗教的佛教，是佛法衰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个，四众弟子没有做出好样子。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你们学佛的不就那么回事吗？我看也不咋地呀，该自私还自私，该自利还自利，该说人我是非还人我是非，哎，整天就是烧香啊，磕头啊，拜佛呀，求佛保佑啊。错了，我们给人家就做这个样子，真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四众弟子，尤其是我们在家的弟子们，咱们能不能给没有进佛门的人，或者是初进佛门的人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觉得你可亲可敬可信。我跟佛友们说，我说你得有两个缘。什么缘呢？一个是人缘，人缘，说小字眼，人缘。你说你连人缘都没有，人家都讨厌你，都远离你，你说你来吧，你来吧，我渡渡你，谁上你跟前了？谁接受你的渡啊？你自己都渡不了你自己，你渡谁去啊？你不说瞎话呢吗？人家一看你都讨厌你啊。所以咱们学佛的同学们，是不是先把这个人缘搞好？你得有那几个力呀，凝聚力、吸引力，你得有这个力量啊。你把大家吸引在你身边，你说什么他们愿意听，他们信，信服你，你这才行呢。然后你得有法缘，你没有法缘，你说你过来过来，来我给你讲经说法，你谁听啊？你说的是正法还是邪法呀？你骗不骗人呢？你误不误导众生啊？所以这两个缘咱们大家得具备啊，无论是出家弟子还是在家弟子，咱们好好学释迦牟尼佛留给我们的这些个宝典，一定要正知正见正修，千万别搞歪了。你别自己搞歪了，你上三恶道去了，你把众生也都领到三恶道去了，那可是罪过太大太大了。现在真学佛的人少，假学佛的人多，可能我这样说在座的不服气，谁没真学呀？就你真学呀？我也没真，我往真正在努力，我一定要做一个真学佛的人，但是我现在做的不够。怎么说假学佛呢？求啊，求什么？求发点财，儿孙找个好工作，上个好学校，求家里太太平平的，这些咱们在座的大概都有求吧。你求这些个，这叫什么呀？这叫外道。可能大家还不服气吧，你们听师父讲法的时候有一段专门说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还不自己已经是求外道了，还不知道呢，我念佛呢。错了，咱们念佛人就一个求，求什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弘法人才的短缺。钟博士讲了，他说不好意思说，他还把那个意思说出来了，真是这样的。实际我啊，学的不好，我真不会讲啥。你看我面对你们，我滔滔不绝，我今天是两个小时，昨天是一小时四十五分，不是我有什么本事，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辩才，你们不了解我。我是一个性格非常非常内向的人，我99年得病以后，一直到03年我第一张光碟出了之前，我不出门，我就是猫在家里看光碟读经念佛，大概热闹了1年多时间，
逐渐逐渐消停了，平息了，我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这一次正月师父一讲，我又第二次成了名人。这次这名人出这个更大彻，我现在我深深体会到了名人的不易，不容易，还是做普普通通的人吧。我说普通人最潇洒最自在，你看我成了名人，大家很羡慕我，很欣赏我，很崇拜我，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一个傻老太太，又土气又屯气又笨，我什么都不会，我就会念阿弥陀佛。我那笑话多着了，我给你们说，我时不常把衣服穿反，时不常把裤子穿反。前一日子一佛友谢居士跟我来了，今天给我做了一个花裤子，说大姐呀，你穿这个软乎纯棉的，磕头也方便。我好，我乐呵穿上了。刁居士来了，说大姐呀，我看你穿这裤子咋这么别扭呢？我说咋别扭？他说那个缝为啥接在前面了？我说这是你谢姐给我做的，那兜在后面肯定是没错的。刁居士说，我谢姐是特级裁剪师，可能有新创意，这个缝得接前面。我们俩也没在意，也巧待会儿小谢又来了，一进屋说，哎呀大姐呀，你咋把裤子后面穿前面来了？我说没有啊，兜在后面呢。哎，他给我盯了一个兜，我在我脑海里那个兜就是应该在后面。他说我为了你装东西方便，我把这个兜给你装前面了。咱们在座女同胞都知道，那个裤子接后腰有缝吗？那后裤腰比前面要肥一点，要高一点吗？我把它穿倒过来了，所以人家看着别扭，我还觉得挺好。哎，这都不是大笑话，还有笑话呢。一个佛友把他儿子裤子给我，说刘姨啊，我儿子穿小了，裤子给你吧。我说行，我就捡过来穿上了，隔裤子穿上自己觉得不太得劲儿，没找着原因。哎，刁居士又来了，大姐这两天老换裤子，又换个新裤子。我说是，我说刁啊，这裤子咋穿上不得劲儿呢？他说咋不得劲儿？我说他后面咋钉一排扣个的慌？男孩子的裤子，我把那个前面穿后面，他不有一排扣吗？我一坐他就个的慌，这都自己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太太傻不傻吧？所以我告诉你们，千万别迷信我。前些日子有佛友把我写的阿弥陀佛裁成一小条，装在一个小布袋里，挎到脖子上来，给佛友们传，说拿到刘居士这个写的阿弥陀佛，挎在脖子上就拿到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通行证。愚痴啊，愚痴，没有智慧呀、啊。那要那样，你们谁都不用念了，我就搁家写阿弥陀佛吧，写都发给你们每个人，那你们都拿到通行证了。这是迷信，不是智信。我赶快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我说赶快如数给我收回来，搁你那保管着。我说傻大姐呀，你怎么这么做呢？她说我心思拿到这个就保险了，他们都说你写这个就是通行证。我说错了，念阿弥陀佛成佛，拿我写那阿弥陀佛成不了佛，你别整颠倒了，别整错了。所以有这佛友给我那大照片，我没看着，我不知多么大，说老大的放老大大照片搁念佛堂给我供上了。天天礼拜磕头，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们要把我磕死。一个在家居士，你们天天去礼拜磕头，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愚蠢。这次我正好见着这个同修了，我说回去赶快拿下，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说弘法人才短缺，急需培养，赶快讲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告诉大家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什么是正知正见，千万别误导众生。好不容易得一次人身，有成佛的机缘了，结果弄偏了，
成不了佛，多冤枉啊，太害人了。再我告诉你们，凡是带不走的，通通放下；带得走的，努力去干。什么是带得走的？什么是带不走的？老法师讲法说得一清二楚，我就不一一说了。16个字肯定是带不走的吧？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五欲六尘。我这举个例子，这肯定带不走。你说你还死抓他不放，傻。带得走的什么？你的性德能带走啊，念阿弥陀佛能带走啊，还有能带走的，哎，好好听老法师讲法，把这个带走的带不走的给他弄清楚了，带不走的放下，带得走的努力去做。我们还要给大家做成佛的好样子，真是这样的。我们做人好样子，学佛的好样子，还要给做成佛的好样子。你说的天花乱坠，最后你自己成不了佛，你也是骗人。最后一个大题，还剩几分钟了。终极目标，回归极乐。怎样回归极乐？非常简单，信、愿、行，三资粮。三资粮具备了，你肯定回归极乐。信怎么信？深信，前面有个深。愿，切愿。行，力行。信、愿、行三资粮你备齐了，保准你今生了生死，脱离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去做阿惟约智菩萨。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大家，我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知道有好多好多无形众生都来听法，我祝愿你们人人成佛，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见。谢谢大家。